然后这一集我们要讲 Armature 就是 Blender 的骨架系统，它不是，我叫它就是骨架系统，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有骨头而已。 Armature 它创建它的 Shift A Armature， 我们要创建一个 Single Bone。 Single Bone 它这里是一个 Object， 如果它是一个物体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系统，所以一个系统里面它可以有很多的骨头。然后所以我们接着按 Tab 可以切到 Edit Mode，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可以编辑我们的骨头。如果我们有开 Pan Menu 的话，我们可以切到 Pose Mode， 就是这个模式是拿来调动作的。好，我们先回到 Edit Mode， 创建 Extrude 长骨头，按 Extrude 可以长骨头。我们可以 Shift D 创建一个复制一个物的骨头出来。好，我们可以按 Alt P 解除掉 Parent 关系，然后可以重新建立 parent 关系。好，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有 一串的骨头，所以像这样我们回到 object mode 的话，其实它是一个系统，一整组的骨头，所以我们要调动作，我们会进到它的 edit pose mode 来调它骨头的动作。那这里就再来说，为什么我们要用 armature 来做骨架系统来调动作呢，而不是用物件直接调动作。我们这里来说明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异。好，我们来创建一些盒子来做举例。举例，好，像这样的话物件其实也可以做 parent 关系嘛， key transform， key transform， 他们这样的话其实做旋转其实跟我们 的骨头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 armature 不是用骨头直接来调动作呢？来这用我记得动画模式来跟大家说明。好，在 armature 调动作的话，我们要进到 Pose Mode， I 先设个 Key， 在这里设 Key 的时候，我们设一些简单一些动作。好，我们这里设了 Key 之后，我们这里看每个骨头有 Key 嘛，可是实际上它这里针对是 Armature 这整个系统，它只有一个系统在做设 Key，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一个系统来设 Key。 可是像针对物件呢，我们回到 Object Mode，物件我们选起来后，我们一样来一个 Asset Key。 物件的话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每一个物件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东西，所以其实在设 Key 的时候其实它其实比较不方便，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一样是可以做设 Key。 不过这样的话在动态管理上，我们这样一整组的骨头一个角色，它可以用一组骨架系统就可以把它完成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绑到每一个物件上的话，我们等于在输出的时候会有比较有问题，因为其实它们每个的中心都不一样，它不像是 armature 一样，它是一个东西，它可以比较完整的去在输出输入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完整，比较不会有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 armature 而不是使用直接用物件来做绑定的原因。